家好，我是白雪公主。大家好，我是贝尔公主。哦，贝尔公主，我们今天要玩什么呀？我们要玩奇趣蛋。哦，奇趣蛋，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伶。大家好，我是月儿。今天呢，小伶和白雪公主、月儿和贝尔公主，我们一起要来玩奇趣蛋拆拆看。小伶，你怎么跟白雪公主长得一毛一样？有吗？哦，我看看贝尔。哎，好巧哦，我觉得贝尔跟月儿长得也很像哎，因为她的脸型是跟你比较接近，然后白雪公主就是脸圆圆的嘛，然后跟我好像是蛮像的。哎，对了，小伶，我记得你好像有个红色的发卡哎。哦，对哦，把我的红色发卡拿上来看会不会一样呢？你可以试试看。哦，好啊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戴好红色的发卡咯。真的一模一样哎。大家说像吗？月儿，你也和他靠近一点看看，我觉得你也很像哎。我应该眼睛看这边吗？嗯，对，你要看那边。他们的眼睛到底在看哪边呢？像吗？哦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把奇趣蛋拿上来吧。就一共六个，然后呢，分别是白雪公主两个，然后这个是索菲亚小公主。哦，索菲亚小公主四个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拆开看看吧。哦，月儿姐姐先拆一个什么呢？我来拆一个白雪公主好了。那我就来拆小公主苏菲亚。好，哦，每个里面呢有三个蛋。哇！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来拆拆看吧。我先来拆一个白雪公主的好了。你拆一个，让我拆一个苏菲亚。然后这样，使劲的摁一下。我希望呢，我的是白雪公主。我希望我的是索菲亚。我的是一个小矮人哎。我的是小松鼠。再来弄一个。那我来打开白雪公主的。好，我苏菲亚。哦，哎，我的是公主啊，哈哈哈。我的是小矮人，来守护你好了，公主。第三个，我好运哦！我这个是白雪公主啊，现在还没看到白雪公主，已经看到两个小矮人了。对啊，好像是白雪公主的后妈哎，好可怕！但是我的又是一只小松鼠，你已经拿到两只小松鼠了。好了，我们第一个奇趣蛋呢已经拆开了，那第二个呢，小伶来拆白雪公主好了。那我就苏菲亚公主。好的。好，现在呢，小伶先来拆一个苏菲亚公主。那我就白雪公主。我已经有一个那个苏菲亚公主了哟。我这个一定会是公主的。哈哈，我好像又是公主哎。我好像又是苏菲亚公主哦。我的是，你的好像是巫婆哎。白雪公主里面的巫婆是她的后妈。是她的后妈扮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下一个呢，白雪公主苏菲亚。可是白雪公主还没有出现呢，快点保佑我。你这苏菲亚是公主吗？我已经猜到两个公主了。我现在还没有公主哎。我又是一个类似于公主一样的哎，哈哈，白雪公主，啊，哦，我们两个都猜到公主了，我是白雪公主，我是苏菲亚公主。第二组的最后一个，保佑我一定要是公主，我这个又是一个苏菲亚公主，没错，哈哈。哦，刚刚有两个那个苏菲亚公主是一样的造型了哈。对啊，白雪公主，看你的了。哈哈哈，我已经看到了。哈哈。
好好呀，苏菲亚公主，我又拆到了，我拆到了第二个她的后妈，第二个巫婆。我们各自呢还剩最后一组奇趣蛋了哦，最后呢大家都剩下苏菲亚公主了，我还有机会赢吗？应该没有了。我感觉我拆到的公主比较多哦。我才拆到一个公主，说不定也会有王子。哎，对，我们还没有拆到王子。哎，希望我这次可以拆到王子。对，好啊，希望我们这次能看到王子。好，现在开始拆吧，我来拿一个这个。我的心脏已经开始叫叫叫。这次不一样，可是又是一个公主啊！哦，很漂亮的哦，安柏公主。月儿呢，拆到了一只鸟。我今天好像拆的全是小动物哎。对呀，还有巫婆。好，下一个，中，碰一下。快把好运给我吧。我又是公主哎。哦，这次公主又不一样，期待一下。哈哈，小伶拆到了我们苏菲亚小公主的妈妈米兰达。月儿又是一只小鸟。哦，可是这只小鸟好可爱哦，蓝色的。现在是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了，看月儿能不能最后关头呢再拆到一个公主。我希望是王子。哎，哦对哦，我没有王子。对，我为什么一直在说公主。应该要拆到王子。好，看看呢最后会不会出现，这样会有好运是吗？就是假装敲一下。我感觉我的好像又是一个公主。哎，喂，我的是王子。哦，有可能。哎，打开看看，赶快打开确认一下。我可以不要打开了吗？你好像发现什么不对劲了吗？我又是一个安柏小公主。我的又是苏菲亚小公主。我们拆到了一盘的巧克力耶。尝一下吧。那我们快来吃吃看吧。嗯，好吃好吃耶。嗯，白雪公主你也吃一点吧。我不吃，我要减肥。就是人家要减肥。这边呢是今天小伶拆到的哦。哦，全是人类。都是小公主。对呀，大部分都是小公主，然后有一个小矮人，还有一个呢后妈。这是月儿今天拆到的奇趣蛋。除了有两个一样的公主之外，其他的都是。对啊，都是什么小松鼠啊，小鸟啊，你们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很可爱啦。好了，今天呢小伶就和月儿一起玩了迪士尼奇趣蛋拆拆看，大家觉得看的还有趣吗？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